好，今天呢，我们要来介绍的主题呢，叫做简谱。好，简谱啊，就是一般我们很熟悉看到的所谓的数字谱。那数字谱呢，它是要怎么写呢？它有一定的格式，一定的规格哦。我们来看一下哦。那首先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在五线谱上的位置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，以这个调为主好了。好，其实啊，简谱的概念呢、会跟我们之前讲的首调唱名的概念是一样的。当我们看到这个调的时候呢，首先呢，我们可以先判定一下升七降四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你已经会发现了，这个呢，它就是 G 大调。好。G 大调呢，这个就是 G A B C D E，然后这是升 F，最后回到 G。那简谱呢，非常简单哦，还记得音级吧？音级的话呢，这个是它的主音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其实我们的简谱的写法呢，就是这就是第一个，那第二个位置就是第二个，然后第三、四、五。六七好，因为呢又回到 G 了，对不对？那为了要区隔它跟原来的这个位置呢，我们就会在它的上面加一点。好，那如果啊它往前的话呢，没有错，它就是啊七下面加一点，这样子是不是跟我们首调唱名的概念很像啊？我们首调唱名呢，主音我们也是把它唱成是哆。然后呢，这个就是 re mi fa sol la si do。所以啊，简谱啊，你可以把它用一个比较好思考的方式，就是跟首调唱名很有关系哦。好，我们直接来看曲子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直接来看这个曲子，我们来做一个示范哦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要写简谱之前呢，你要先知道这是什么调的，一个升记号的，它就是 G 大调，没有错。G 大调的音阶的音名呢，我们先把它写出来：G、A、B、C、D、E、F、G。好，升 F。所以啊，我们顺便来复习一下哦。如果它的首调唱名的话呢，这是主音，对不对？首调唱名这个就唱哆，然后呢，这个就是 re mi fa sol la si do。好，那跟我们今天最主要介绍的简谱一样哦。这就是第一个音，第二个音，第三个音，四五六七，最后我们会回到一的上面一点。好，所以啊，你就可以马上看到说。好，它的一的位置应该在这里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就是二，那这就是三。好，那你可以往前推哦。那 so fa mi 这个位置，一的这个位置啊，一的这个位置它是在下面的，所以啊，它就是六下面一点。那 d 呢，就是五下面一点，这个也是五下面一点。那这个呢，就是一。所以啊，我们就可以把这首曲子的简谱把它全部写出来哦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，我们能不能够把它的简谱写出来哦？首先呢、你看到了一个降记号，你可以判别出来这是 F 大调。那也就是说，F 大调的话呢，它是 F G，然后 A 降 B C D E，最后回到 F。那我们如果要写简谱的话呢，同样，这就是第一个音、第二个音、第三个音，四五六七。好，那这个谱呢比较不太好写哦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找到它的基础音。好，基础音在这个位置，这是一。好，那这个 D 呢是等于是在基础音的下面呢，它是六，不过它下面就要加一点。前面一样是六，下面加一点。那这个呢，G 它其实是二，那这个是三二，
然后接下来一六一二，好，这个呢是非常低的这个音。这样子，关于简谱的这个数字，你可以找到了吗？那接下来啊，我们要来谈。可是啊，你有没有发现说，如果我们用五线谱的话，它其实它是有一些八分音符啊、四分音符啊、16分音符。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在简谱上面做注记呢？非常的简单哦，你注意看哦。如果啊，它有一条尾巴的，你下面就加一条尾巴；它没有的，就是保持原来。它两条尾巴的啊，你下面就是加两条尾巴。那这里有一个负点，所以你也要给它加一个负点。一个尾巴加一个尾巴，然后呢，它是一个尾巴串起来的，你就用一个尾巴串起来。那接下来这里比较有一个问题哦，这个啊是两拍，对不对？那我要怎么样子让它维持两拍呢？通常我后面就会再加一杠，代表说是前面的这个音延续过去的。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哦。最后啊，我们用这一首很好听的曲子来做一个小复习吧。好，当我们要写简谱的时候呢，首先你要先找到哦一个升记号。我们刚才讲过，这个是 G 大调的。好，既然是 G 大调的话呢，所以也就是说它的主音在这个位置。好，就是这个音。那这个音呢，我们就知道它是一，那没有错，你就可以往前推。这个呢就是五，下面一点，然后呢，这个 B 呢，G A B 对不对？所以一二三，然后这是一，然后这是三二一，那这是一的位置对不对？G 往前 F 一，所以一往前七，然后下面一点跟六下面一点，好，那这个呢就回到了五。那老师先很快的把这些数字写完哦。那你在家的时候呢，你可以自己练习。好，那我们先写到这里。好，我们把数字都写上去之后啊，接下来啊，我们这一个部分的重点是要让你把它的拍号也写上去，好，还记得吗？这是两拍，对不对？两拍的话呢，我们会加一横在它的后面，然后八分音符我们就把它串起来，两拍加一横在它的后面，两拍加一横，两拍加一横，两拍加一横，然后八分音符加一横都很简单。好，这个要怎么办呢？它是等于是三拍，对不对？所以呀，我们会加两横在后面，所以呢，一拍、两拍、三拍，然后呢，这个音呢，我们会把它用一个挂留音挂留过去。好，接下来有一个问题出现喽，休止符的话，我们要用几来表示？没有错，休止符呢，我们就会写零。当你看到零的时候呢，就是告诉你说，好，要保持安静。好，接下来。接下来这里有一个负点，然后一横，所以呀，你就可以把这整个曲子的简谱写出来喽。那简谱呢，我们再复习一次。简谱的概念其实跟手调唱名的概念是一样的，所以啊，当你看到五一的时候，其实你就可以唱 so do mi do mi re do la so。那你直笛拿起来呢，你也可以直接吹上面的简谱的部分，你就会等于把这首 G 大调的曲子呢，你就会把它改成像是 C 大调的音高来吹奏喽。好，这个是关于简谱，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哦。